就是传说中的齐天大圣了，很萌嘛！<笑>吃香蕉吗？好，以后养起来一定好玩。嗯，该我了。的加法四号。 本秃驴也有大智慧啊！
吧，跨过我的嘴巴。我是齐天大圣，而且跑不了。走你！跑我，跑得了吗？哥哥，我把你们徒弟接进牢底了。别听他乱说，我是很聪明的。孙悟空，你的克星来了。孙悟空，你不是见识过如来的威力吗？不如你来验验货。哟，如来都请来了，好大的兵。不可能，他是假的。对哦，鼻子和下巴好像动过。一个盘旋阵，妈的，谁在呢？别大波东海吧。不需多言，九头金雕，谢谢。